Thank you.
抓好扶手，前方到站西吉。枣庄市人民银行和公安局联合提醒您，非法买卖、出租、出借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违法犯经济网络诈骗案，属于违法犯罪行为。Thank you.
州市人民银行和公安局联合提醒您，非法买卖、出租、出借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，属于违法犯罪行为。
扶手，前方到站餐厅大厅。小庄市人民银行和公安局联合提醒您：非法买卖、出租、出境账户、支付账户违法，反电信网络诈骗。